知道会是你。不会是我没接到他电话，生我气了吧？是我，现在一成在我身边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喂。感觉怎么样，医生？我的孩子。放心吧，孩子没事。多亏了你摔倒的时候啊，用胳膊支撑着，要不然运气不一定这么好了。以后千万要小心了。嗯，谢谢医生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。对了，这是肇事司机让我交给你的。刚才有个男的打电话来，听说你出了车祸，挺着急的，说马上要过来。谢谢医生。医生，我怀孕的事还没有告诉其他人，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啊？可以，这两天有感到什么不舒服要及时来医院啊。嗯，还有要保持心情愉悦。谢谢医生。好好休息啊。嗯。